记住了。给。爸爸，我想你了。宝贝，爸爸也想你了。哎，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。老公，没事。晶晶太调皮了，她和小朋友打架，我给她擦了，没事。老婆，让你费心了。好了，挂了，挂了。今天悄悄回去，给老婆和孩子一个惊喜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该过去。妈妈，我太喜欢这个新家了，李叔叔也对我好。妈妈也喜欢这里，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家，妈妈就是女主人。就是那个李晶晶有点多余，我不喜欢她。暂时不能赶她走。让他给咱们当个免费的保姆，那得多好呀！干什么？阿姨，我从昨天早晨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了，肚子好饿呀！哦，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，干活去！好，还想吃我的枣，没都没有！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爸。晶晶，你脸上的伤到底是谁打的？是，我把你的儿子当亲儿子，我不在家，就这样对我女儿。